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李子，今天用南瓜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削去南瓜皮，将南瓜切薄片，将南瓜片放入料理机，加入清水打成糊状，用漏勺将南瓜汁过滤出来。碗中倒入面粉，加入食用盐拌匀，加入南瓜汁，搅拌成面絮状，再揉成面团。盖上盖子，醒发30分钟。案板上抹匀食用油，将面团取出，揉搓成条。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，将面剂揉圆。碗中刷匀食用油，面团上再刷一层食用油，保鲜膜包裹，醒发20分钟。将包菜对半切开，放入碗中，加入清水、食用盐浸泡10分钟。胡萝卜切片，再切丝。青红椒切丝，葱叶切断，大蒜切片，生姜切片备用。包菜切成丝，猪肉切片，取出醒发好的面剂，用擀面杖擀薄，表面刷匀食用油，再用筷子卷起来放入盘中。保鲜膜覆盖，放入笼屉，开水上锅，大火蒸10分钟。锅中加入食用油，下入干辣椒、花椒爆香，下入肉片炒至变色，再下入葱段、姜片、蒜片炒香，加入豆瓣酱、蚝油、生抽、胡椒粉炒匀。加入胡萝卜丝、包菜丝，炒至断生，关火待用。时间到了，取出。切成面条状，再整理散开。下入面条、青红椒丝，翻炒至青红椒断生就可以了。一道美味的什锦炒面就做好啦，吃起来口感丰富，营养美味，喜欢的赶紧试试吧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